玩地骑士嘅时候一点五十九分，依然都系双方有啲趴咗粒药，即系而家有重鼻音。我原本只系瞓一个钟，点知原来失机模式瞓咗足足三个钟，唔系两个钟，两个钟。一开头我五点十九分开始瞓觉，跟住结果七点三十五分先醒翻。喺呢段时间瞓觉里边咧，就发咗一个梦，就系、是、发梦咧，即系之前即系一九几年咧就系鼠疫，但系而家咧我发咗个同鼠疫有关，都系相似曱甴疫，即系我发梦都成交都曱甴喺度。跟住發完夢之後，跟住起身喺東張西望啦。我急就話嗰日大減價，嗰日大減價九龍灣，跟住起碼有嘅第一名嗰個即刻到咗嗰度，喺六點四十分已經到咗嗰度。九點幾開場，六點幾即刻到達。嗰個收尾食咗早餐未？大減價過，即係搶曬買啦！嗰啲枕頭啊，880蚊除翻十，即係而家嘅價格88蚊。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哋真係貪平咯，但係買翻嚟之後唔係用，基本買翻嚟之後裝飾，即係意思我買翻嚟只點都未點過，即係貪平啊！淨係佢哋即係唔明白貪平做乜嘢，即係就係覺得師奶嘅啫。因為我先在東京西門見到喎，跟住 B F 一咧，全部都係頭三名，有喺六好似七鋪，即係差唔多六鋪，有四鋪就係 M V P。首先嗰鋪呢個叫咩？首先第一鋪盛康坦啊，我三六鋪先三次第一名 M V P， 扯其扯多寫十支旗一次過。跟住我發覺有一個可能外掛嗰個 XU 啊咩 Net 咧0066，我見到佢反裝架車咧，即係佢有兩個裝備，分別係嗰個有支火炮，即係大炮同埋一支火攻炮。因為擺咗張上網之後，即刻好多人就話：，係咪外掛咧？因為一看大家的徽章就知道他是外掛啦，即係佢嘅徽章嘅白路。第二波艾共嘅手八個是一次第一名，跟第三波就係嗰個咩？個黎明廳第二名，淨係知好多人玩散打啫，又係死幫派，淨係第一執幫派。Thank you.
跟住我嗰只林家龙王攞咗支医疗针筒吉死人，真系似插死人。跟住再即系又系喺个森林夜嘅，杀咗八个小，杀咗好似九个小零钱，第一名 MVP。跟住西洛三个第二名，写十二个小三次。再之后咧，成个圣光坦咧，即系开头即系变重灾区。开头咧，我揸圣沙下啲好似 A 啊，即系嗰个 CMD 嗰啲写都中意嗰个炸机，几粒炸弹只炸死嘅坦克，几粒炸弹啫。跟住成日都话可唔可以嗱，射爆咗只邦巴先。但我哋嘅小队都有一个系咪嗰啲，定系有一个都系同一个叫花蛙咩 offer。十五萬成先十五次，不過就我第三十二名，點知升到上第三，都係靠自己扯嘅。跑步得七秒幾多衰到真，即係嗰個 NFB 啊 C 個 CB 咧，跟住佢加入咗我小隊，跟住後屘玩完小安塔之後，蘇伊士都即刻走路瞓覺啦，已經唔快，佢咩國家嚟？我係今日騎兵軍都殺人啦，跟住又揸方白殺十五幾、十幾個人。跟住蘇伊士殺咗三十七個小零錢第一名，莊偉斯同埋一個姓三，嗰個人同我一齊揸車嗰、那個，嗰、那個叫 James Killer，D R E M。只要我等裝架車，佢一定即刻落車嘅，同我一齊揸車。喺裝架車上有十八個人，即係好難升級啊！即係本身今日休息玩，後屘即係或者紀念下自己，仲有尾二嗰日正式上堂咧。搞到感冒，咪因為啲天氣關係啲變化。記唔記得頭先講嗰句啊？唔係可能掛差人最實際，差人最常見應該講呢句，即係話即係再講多次，就係因為高分嘅人唔係因為低分由個低分變高分嘅，唔係因為靠外掛，係靠抄嘅。好似我呢啲淨係識得自己一個嗰啲，都係可以靠自己努力。第一名。